看一下在篮底下的林一辉，我这完全是老经验的。最后剩下三秒钟，林一辉急停的中距离跳投出手之余，林明义给到林一辉，林一辉切进来一个对抗，三个拉杆上篮，哇！是教练团看的会比较担心一些。林辉在篮底下卡开一点空间，自己再上篮没有，再卡一下，但是还是被挡下，自己再拿到之后上篮得分。看一下在篮底下的林一辉，我这完全是老经验的空间感。24-14，林一辉底线切入到禁区。林辉的一个转身，再要到刘伟成的犯规，几乎要停在罚球线的位置。哇！裁判的哨音响起。林辉其实这个走位的时机，还是在球队呢正要准备来进入到赛季的一个时间，对，所以有这个。最后剩下三秒钟，林辉急停的中距离跳投出手之余。林明义给到林一辉，林一辉切进来一个对抗，三个拉杆上篮，哇！时间轴不在中心特工的选手里面的，那个时间轴感觉超级快。球队的组织啊，其实很明显看得出来比较强势一些。再给到外围来，林一辉的三分球距，反而换上是江广谦了。这是蒋广先在这场比赛第一次站到场上，外围三分林辉的出手有，在击败了进攻计时器。在这场比赛上场时间相对比较少的球员。好，现在伊波卡要上。